许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在反复练习。也许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。真的多想了，珊珊只是我的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周扬的话说三遍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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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换一个话题，好吗？那我今天找你来呢，是找你帮忙的。嗯，啊，我那个项目让你给搞黄了，我的上司给我下了死命令，让我必须拿下这一单。你就不找工作？哎，打住！那我这次是赖上你了，你必须帮我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我在公司那么久。啊，头一回碰上像女魔头这么厉害的角色。之前我想离开公司，那是因为我的上司不争气。那哥们儿，我既然留下了，我就不能让这女魔头看扁我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我是不成功变成人。哎，你要不帮我，那我就只能等死了。你知道你一句话说多少次你上司吗？啊，你们俩别物极必反，虐恋情深。不是你有见过两个男人激情四射吗？我跟你说，他比你还爷们儿。好了好了，你给我点时间呢，我会想办法。两天，有消息跟你联系。我要去值班了。尽快啊！哎，爸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就算她真的是我女朋友，你也没有权利干涉。你不讲，爸，哥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从小受到父母的照顾，难道你就不感激他们吗？叔叔呢，整天为了这个家去奋斗、去奔波、去应酬，难道你不心疼他吗？怎么了，梅哥？你快回来看一下爸爸。爸爸怎么了？还是老毛病，他一直说他的胸口闷得慌，现在马医生还在我们家呢。好，马上回来。马医生，真的很感谢你，辛苦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应该的。哎，唐明哥，马医生，我爸怎么样？你就放心好了，你爸没什么大事。还是老毛病，平时呢要多注意休息，别受刺激，这个你都知道的。明白。啊，那我有事先走了啊。嗯，不送了。那果果，我先不上去了。爸见到我，血压只高不低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有什么事儿再联系。Thank you.
不接电话是吧？我看你躲到什么时候啊？喂，什么周刊？打错了。威胁我，不知道畅爷是被吓大了。大清早的，什么事儿啊？进去再说吧。别，我刚擦完地板，有事在这说。啊？不对吧？里面藏女的。女人算什么呀？我屋里藏了女鬼。那我更想进去看了，看把你吓的，嗯，把这给你。这什么？你不是想搞定我们家老爷子吗？全在里面，看看吧。啊！你玻璃床你。有朋友啊。啊。你好。你好。我用完了，先走吧。你俩同居啊？哎，胡说什么呀？他们家洗手间坏了，借我用一下。直觉告诉我，穿成这样来这边，肯定对你有安全感，好好把握机会吧。哎呦，就这样的，她也算女人的。小顾，这个给你。像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可能需要大家注意一下。苏总，郑楚不在。不在？嗯，今天没来公司。哦。小佳。嗯。郑楚人呢？他请假了。理由是什么？哦。他说是家事，具体不清楚。家事，今天有事儿，要临时出去一下。公司有事儿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啊，好。你进来不敲门的？你说有家事请假，就是回家来做饭来了。啊，做饭也能算公务吗？啊，再说了，公司也没规定说不可以以做饭的理由请假吧？哎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管得着我吗？郑楚，你是我见过最没有责任心的员工。是是是，我还以为你合作不成，畏罪自杀了呢。啊，结果好，心情大好，回家做饭来了。
吃你俩怎么了，你小子？哎，你不过有点淡啊，再加点盐，还有给你的建议，你那小女朋友不适合吃这么油腻的东西，人家是大明星，要保持身材。你看看你这卡路里啊，多高啊！我知道，不是给我做的。嗯，美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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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叫我呢？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这鸟挺聪明啊，比它主人识相多了。它有名字的，叫伯爵。伯爵，被叫一次。美女，真管用。它见着男人也叫美女，油嘴滑舌。 什么人养什么鸟，我警告你啊，这个唐氏的合作要拿不下来，除了你要走人以外。哎，别打我伯爵的主意啊！我打的就是他的主意，怎么了？今天的工资扣了。哎，药的说明都在哪儿？记得让他吃啊。 千万不要告诉他是我让你做的，听到了没？这本来是一次挺好的尽孝心的机会，你倒便宜我了。谁要便宜你啊？如果你跟他说的话，他到时候根本不吃。放心吧啊！这里面这几盒小菜啊，是我今天新做的。然后你要是觉得这汤有点凉呢，你就给它热一热。 因为我听说老爷子这几天肠胃不太舒服，里面加了一些云南的酸菜，可以帮助他开胃的。还有这一罐呢，是用石榴玉米熬的汁儿，据说是可以降血糖的。你回头也给他收到冰箱里去啊。这我装好。来来来，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老郑，你们来了。唐叔叔，你起来吧。阿姨呢？去打麻将了。哦，家里面没人了。来来来。 嗯，年纪大了，有点动静啊，睡不着。哎呀，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。你怎么还带那么多东西啊？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特意过来看看您。听说走了，果果，唐明，不可能，这小子翅膀硬了，整天只想往外飞，心里老有这个家嘛。哎呀，叔叔您别这么想嘛。 您也跟我说过，说唐明的性格是最像您的，他其实现在啊是有点拉不下脸来。自己的儿子啊，我心里最清楚。要是有个台阶啊，他早就自己下来了，就是脾气倔。对，要不唐叔叔咱们不聊他了，好不好？我给您熬了汤，您来一碗。好，阿姨啊，帮我盛碗汤，盛碗汤。 赶紧趁热，啊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。嗯，不错。其实这汤是唐明做的，也不可能，他没有这个手艺啊。今天是来当说客的。怎么会呢？准确的说呢，这碗汤是唐明指派我做的。那。 我在给您做这碗汤之前啊，还去他那儿培训了一下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该往汤里放哪些中药呢？还有，我刚才给您拿来一罐用那个石榴玉米去熬的汁儿，那是唐明亲手熬的，说可以降血糖，给您冻在冰箱里了。还有一些药，哦对，说到药，您看一下啊，这是唐明啊亲手给你写的用药说明，您过目。 唐生，我要去饭厅，要给你带点什么吃的吗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那我走了。嗯。哎，唐医生，你还没去吃饭啊？给你带的饮料。啊，谢谢。那我先去忙了。嗯，谢谢。哎呀，难怪不愿意回家呢，这多好啊，在医院里有吃有喝，还有人伺候。你别打岔，哎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
我见了你家老爷子了，我觉着他气色不大好。其实前几天我已经过去了，不敢进家门，怕被赶出来。你也真是啊，啊，你就不能服个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就算做上一桌子满汉全席，也不抵你这个儿子说一句话。好了，该回去的时候会回去的。嗯，哎，你那个说明书给他看了吗？我压根没拿出来。那你去那边干嘛？不会陪我爸谈天谈地谈人生吧？大部分时间在聊你，而且我觉着利用私人感情办公事儿不太地道。你呀，那你上司那边怎么办？哎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苏宝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哎，你上医院干嘛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正好唐明就在那儿了。唐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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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快点啊！不用。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唐明虽然心外科的，但是基本常识都有。来来来，真的不用。你帮他看看。不用客气的。郑楚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就当享受员工福利嘛，是不是？不用了，你是不是拿着病历单子呢？我说不用，你不是你还给他们肯定没事儿，不可。一点吗？不知者无罪。我要真知道你有妇科病，我肯定。说什么你？回来了。我要知道你有。你说谁有病啊？我看是你有病。我跟你说，你注意点你的态度啊！我们现在是在家里，不是在公司，你别总给我摆这种架子。那我也告诉你啊，咱俩虽然住对门，但是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，你也别想拉关系套近乎。行，刚才算我不好，我让你尴尬了。我给你做完赔罪还不行吗？不吃。那我还省事儿了我。等等，酸辣面会做吗？做好了叫你。等等，加两个荷包蛋。好。等等，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？我要监工，万一你给我下毒，先说好了，我不吃姜，不吃蒜，还有不可以放胡萝卜和香菜。不是挑食不好，一看你的脸我就知道你营养不均衡。我喜欢不均衡的美，挑剔的女人品味高。真是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您说的是。请我吃饭态度好点儿。您说的是劳驾贵宾，在沙发上稍等。大美女，叫一声啊，乖，伯爵，叫一声吗？行了，别招他了啊，吃饭吧。我给你两个啊。哇，做这么多菜，你以前做厨师的？我可只点了一碗面啊，荷包蛋呢？家里没鸡蛋了，所以我做了一桌子菜补偿你。这么好的手艺，泡妞泡出来的吧？不是，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就一花花公子啊？别抬举自己，花花公子帅气多金，你沾哪样了？顶多是个杜童呢。哎，唐叔叔。啊，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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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把那个方案书再给您传过去一次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您放心。好的，啊，好，好，您好好休息啊。唐叔叔，是唐总吗？唐总让我把方案书再给他传过去一次。他亲自给你打电话，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上午给他做了一顿饭吧。哦。你上午请假做饭，原来是给他做的呀？干嘛不早说嘛？哎呀，私事儿没必要，你就当意外收获吧。
可都没放葱姜蒜啊。AMG 苏总监打个电话，叫他明天早上到公司来，谈谈合作签约的事情。啊，啊，来喝茶。嗯，谢谢。今天心情不错嘛。啊，虽然饭不是他做的，有这份心意啊就够了。那你就别帮着了呀，年轻人脸皮薄，你给他个台阶下。小郑的手艺还不错吧？还不错，可惜今年你没有这个口福。哎，你别说，他今年的味道跟年轻的时候可以比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现在做了越来越差了，以后我做你不要吃啊。嗯。你想想吃什么？想一想嘛。嗯。唐果果，我打电话呢。Sorry， 你打电话，你继续啊，对不起。炸鸡，火锅，川菜，烤鱼。唐果果，你把电话挂掉。你把电话挂掉。叔叔啊，我一会儿给你打回去啊。行，拜拜啊。唐果果，我作为你的 agent。我要对你负责任，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里为什么有一个男人在抱着你？嗨，就这事儿啊？这我一朋友，我那天喝醉了，然后他就照顾我一下。So easy 啊？ So easy 呀、啊！我的好朋友你，你又不是没处理过这种事情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之前带的都是三线小艺人，就算有事情，记者也不会来搭理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其实你习惯习惯就好了。哥，你看看，医生也没有不整，对不对？五官拍的也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？对啊。那不就完了吗？对什么对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是人家没有拍清楚，万一要是拍清楚了怎么办？你说吧，那天你们到什么程度了？什么程度啊？就在他家睡了一觉。那还好。喂，你到他家睡了一觉？你到他家睡了一觉？哎呦，你纯洁一点好不好？我就是在他家睡了一觉，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唐果果，哎，你喝多了，你到了一个男人家里面睡了一觉，你还让我纯洁一点？万一他要对你懂吗？唐果，不行，你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他在哪儿工作？我必须找到他。万一我们这边处理好了，他那边要是跟媒体说了什么，那我们怎么？涛妮啊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但是艺人最怕的就是没有曝光率啊。你看，大家这么一议论我，我就可以连霸好几天的头条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再说你要相信我，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，过几天啊，这件事情大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，好不好？所以这，一直。Tommy，这本来就是我们集体的功劳嘛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郑总。哦，这次合作他功不可没。哪里，是大家工作做得到位啊！听你这口气，果然是上司的红人了啊，都开始甩官腔了。现在你知道闷骚男的厉害了吧？这样吧，今天呢，提早半个小时下班，大家尽情去放松一下，所有的费用我来买单。那苏总，您不去啊？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好好玩啊，玩得开心。
哎，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啊！楚哥，赶紧说说用了什么独门秘籍，让黑蜘蛛大发慈悲了。我跟你说了，还能是秘籍吗？来来来，收拾收拾，下班了啊！哎呀，一会儿我得来一个啊！来，上一四大天王，我告诉你。你行了，你接着家孩子去吧。干嘛不带我呀？干嘛呀？好什么？我根本就没有听懂他在唱什么，你就给麦拿过来。好听啊！麦拿过来，来拿。楚哥，楚哥来一首啊！来来，楚哥来一首，来。把我的那个，我负责鼓掌，好不好？唱首歌。你唱首歌怎么了？你？哎呀，我手脚并用的给大家鼓掌还不行吗？那你不唱歌也可以。嗯，但酒咱们总得喝吧，对不对？那行啊，没问题啊。忙一个多星期了，但是我觉得啊，咱们喝这个啤酒有点没意思。反正今天苏总买单，咱们是不是点一点贵的酒？是不是？我知道，哎，我看那个挺好，最上面那个叫什么拉斯维提斯，多少钱一瓶？是不是一万多？是不是一万多？那个，那酒我喝过，它不但贵，它还上头呢。我觉得啊，咱们就喝啤酒挺好，这啤酒喝着痛快啊。来来来，兄弟姐妹们啊，这一个礼拜大家辛苦了，来把气氛搞起来。好，来来来，干杯干杯干杯，是新人苏总吗？怪不得让你当大总管呢。哎呀，对呀，你干嘛呀？又不是花你家的钱。再说了，这个案子我们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你别扫大家兴好不好？那就扫大家兴了，这么多吃的，你堵不住你这嘴。来来来来，唱歌唱歌，谁唱谁唱，喝呀喝呀。来，帮我点首歌。王菲。哎，帮我点首歌。雨神那个。本来就是。点首歌。又不是花自己的钱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真是这么做不地道。你把话撂这儿啊，今天谁点这酒谁自己买单。你干嘛去啊？上厕所。嘛去啊？我上厕所吗？没听见吗？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苏萌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结束了。刚开始一会儿，你赶紧换衣服跟我走。怎么出什么事儿了？不让你负责吗？不，没出事儿，我是怕守不住你那些钱，回头都让我败光了，你埋怨我。我不去，我去了他还玩不开。不，你知道他们点什么酒吗？那酒都一万多一瓶。怕我请不起啊？行了，赶紧去吧，悠着点。你再有钱，你……我天哪，有钱人就在家吃这个？你不说外卖不健康吗？吃这个不错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别吃了啊！求你了，别吃了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走走走，换衣服。干嘛呀？我换衣服。真的不去。哎呀，听话。万一人家……你不换，我帮你换了啊！哎，不。我还是别进去了。进去肯定扫大家兴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你只要别摆那张脸就行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可以尝试一下亲民路线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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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五，十五，二十，十十十，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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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。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嘛呀？怎么了？都傻了啊？看到苏总来不鼓掌啊？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苏总坐，坐坐坐。哎，对了，苏总既然来了，那苏总唱首歌吧。唱首歌。我嗓子不舒服，唱不了。啊，不舒服啊？哎，这样，喝点红酒吧，润润嗓。来，我不喝酒。啊，那不喝酒，那就喝个可乐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不行不行，我喝不了碳酸饮料的。不是有你们这样的吗？啊，润润嗓子，又让人喝红酒，要点可乐的，就喝点柠檬水挺好啊，柠檬水清热润喉的。来，就它了。哎，既然这个柠檬水已经喝完了，对吧？嗓子也润好了，那苏总，唱一首吧。哎，唱一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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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一个人唱多没意思啊！
应该唱合唱的歌。对，唱情歌。张楚，你没唱歌呢。不是说我，你赶紧唱，你唱，你唱，哎，唱一唱一首，快来嘛。那行，我今天让你们领教一下啊，什么叫天籁。好，给我点一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要我说，郑楚这小子可以啊，新总监刚来几天就抱上大腿了。哎，我可还听说，你听说什么了呀？啊？是听说我升职啊，还是加薪啊？还有，我这抱大腿值几个钱啊？哎，郑楚啊，你也不用这么酸酸唧唧的，你和总监不能那样过了吗？我们哪样了啊？给我张纸。公司里可都知道了，你俩是邻居，你又去总监家睡过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，你多光明磊落呀。肯定是那黑蜘蛛勾引的你，快跟我们说说，那女的到底什么德行？是不是真像公司论坛里说的那样，月遍千山，入口绵柔啊？这人太多了，我上里面告诉你。嗯，好，好，走走走。我让你胡说！广大安大人的面，你怎么了？谁？这么好好说话，不会啊？不会好好说话是吗？我让你松开了，郑楚。你什么东西你？你给我松开！别扇你，别扇你！你给我松开！是我吗？郑楚，不打了。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喝点酒开始闹事了是不是？回去。哎呀，我等会儿再看邮件吧，马上要十点了，我得赶快啊！盛伟品会把我那个最喜欢的化妆品给抢了，今天五折，错过了谁负责？升职加薪又不是我，该省的钱还是要省的。哎，一套一套。哎，咱们的郑英雄来了啊！掌声，掌声在哪里？掌声，欢迎郑英雄。哎，我说郑楚啊。你说你这么淡泊名利的人，不像我们这么唯利是图，是吧？
以后再有这样冲锋陷阵的机会，让给我们不就完了吗？你让我试试，我上去挠他两爪子，说不定还能找500块钱呢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这要是打架都能升职的话，咱们工资剩什么了？全管啊？不是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啊？怎么着？还不知道呢？我代表人事部宣布一个重大的晋升通知，来看这里。经公司人事部审批，旅游事业部职员郑楚，也就是咱们郑大英雄，因为工作成绩突出，多年来兢兢业业，特晋升为旅游事业部 A 组主管。干嘛呢？此处应该有掌声了啊！哎，掌声掌声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耶！一大早我们就收到邮件了，楚哥，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你。哎，但就是看不出来啊。昨天黑蜘蛛对你这么不近人情，私底下还是很袒护你的嘛。哎呀呀！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晚上必须请 A 组全组吃饭啊！吃饭没问题，不过超过1000的，大家 AA。哎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不要脸！真是的。苏总。人事部的晋升通知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谢谢苏总的信任跟栽培。其实谈下这个合作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能这么想最好。大家听着啊，我宣布一个决定：郑楚，昨天晚上与同事无端斗殴，对公司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所以我决定撤销晋升。郑大主管，不，郑楚，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你刚要吃一个热腾腾刚出炉的大包子，一掰开，哦，全都是油，你往嘴里面那么一送，啊，别急，怎么了？掉了。为什么呀？太烫了呗。作为咱们公司资深的体验师，你能不能把现在最新的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分享分享。不晋升就不晋升呗，又不是第一次。呦呦呦，看看看看，什么叫觉悟？你们俩多学着点啊！都到这会儿了，这嘴还硬的跟不锈钢似的。牛牛牛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闹着玩啊！哎，楚哥，你赶紧去问问怎么回事啊！我去个洗手间。有什么的呀？又不会掉2斤肉，加油！苏总，刚刚才宣布的晋升决定，怎么说撤回就撤回啊？C-Trip 好歹也是个大公司，每次晋升决定都是有严格的考核审查制度的，怎么能因为个人原因就出尔反尔呢？郑楚让你来问的啊？他没让我问，我自己忍不了。他无端斗殴，自然要接受惩罚。怎么就叫无端斗殴呢？苏总，您到底知不知道楚哥他为什么打架？公司里边那些人背后怎么议论您，您不知道吧？楚哥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在 KTV 厕所里边听见有人说您这个私生活特别乱，把您说的跟一公交车似的，他是实在忍不了。出去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苏总商量。不是我说的实话。说吧，不是有重要的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对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对，非常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就是我们和唐氏现在进入了实验操作阶段。然后呢，唐氏作为一个成熟的五星级酒店，有非常完善的食物供应链条，是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呢，我们应该也把一把这个食物关。然后呢，我跟酒店那边商量过了，他们也同意。不然我一会儿把供货商的资料给拿来。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个？
好啊，那你去吧，安排一下海南的事情啊。好的，那我先出去了。你就没什么要问我的吗？晋升的事儿啊，你不都说了吗？你没懂。知道就好，下次别那么冲动。再也不敢了。看看吧。什么呀？上次你们开发的路线，市场效果惨不忍睹。这不是应该你们市场部的事儿吗？苏总，这路线是你们开发的，我们市场部也花了很多资金、很多人力上去。现在客户投诉了，你说这个责任谁来担？你放心，如果是我们部门的问题，我们一定会承担的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的解决方案。苏总啊，我想劝你一句，你还是多用点心思在工作上面吧。靠绯闻出名不是件好事啊。新鲜啊，费总什么时候也开始嚼舌根了？我是为你好。